好，我们是高麦。今天是12月25号，圣诞节啊。我们今天要来打传广杯 OB 赛。没错，没错。没想到毕业还可以回来打传广杯。上次来这里已经是3年前了，在那个体育馆。大哭特哭。哎，没有哭。我没有哭。我没有。来，报上你传广杯最好的成绩。2连亚。冠军。冠军。我上次来的时候也是拿个亚军啊，冠军在这边。哦，哎。冠军在录影。冠军现在手少一条韧带，这是冠军的代价吗？那我们准备打我们第一场 OB 赛了。今天很硬哦，今天预赛全部单淘汰，没有，今天赛程全部都单淘汰。输了就等于是跑台南一趟，然后就回家。输了这支片就会在 IG 上看到，就发 IG 而已。这不会剪的。好，所以到时候知道了。我们昨天就到台南了，然后就看了一下男女排，然后觉得哦，过往那种回忆涌上心头。以前是选手，现在在那边执教。对啊，喉咙都快破了。好，那我们不要不啰嗦，马上去热身吧。但是他这支很多，他就是超多分，算是很多。但是季季怎么打，他到一直都不打，从头到尾就打。而且我都跟大家相反，大家都。
瞬间觉得你们两个灵魂互换。然后我们刚刚灵魂撞到，觉得灵魂互换，超痛的。干、欸，我怎么是空？我怎么是Coco？我只觉得很棒。非常打完了啦，就是还好没有一人跪，还好没有一人跪。然后接下来下一场，现在11:30，下一场1:30，所以等一下应该是显东西。好，希望等一下可以再献出那个祭品。哇，我在这叫冲撞他。哇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没有，没有人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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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刚才我已经换你。一换完之后马上受伤，其实我不能下去了。刚才我已经没有人可以换了。我们刚遇到一个粉丝，他的合照，然后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最近你们的片，我每一支都有看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最喜欢哪一支？”他说：“其实我最喜欢六福村交换礼物那个圣诞节交换礼物。”他说：“我最喜欢七号那一包。”哇 ，I told you， 我就说：“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年不办了吗？”但其实我也没有好去哪里啊，我没在怕的，我其实没有在怕的。这空白光点啊，对啊，确实啊，你以上不足，以下有余啊。懂的人就是会懂，对，懂得都懂。然后群舞吧 ，K-pop。大会报告。那是老鼠的，我外地。
半以上吧。对啊，技术上技术不够，这样 PO 很烂。然后你是做裁判以下拍会好一点吗？哆啦 A 梦学的既视感哦，碰撞折射的呼应，好，然后等一下会有点像海带钳那样子，然后说碰，然后说碰，好，前，来我亮起啦，快要临界点了，迈向临界点，碰撞啊碰撞，再射，哎呀，哦，你说要拿跳绳吗？你呀，你说要拿跳绳，好啦。我了解吧，快要一点点了，快要一点点，碰撞啊碰撞，呼应呼应，左上，六点六点，我不会射少六点吧？六点才六点，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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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第一次算是踩次数，第二次踩是踩倍率，第一次踩次数，第二次踩倍率，一乘以多少？是不是？好，一乘以多少？啊，一乘以一嘛。所以说为什么要好？二，多少？二，三，啊！哇，这下子，哎，左臂，左臂，上来！啊啊！哎，那下很痛哎，那下真的很痛哎，对吧？台南的锅烧意面75块，超级好吃。台南的统一布丁3块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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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乱讲。你敢碰他吗？我敢碰他吗？小黑，我不确定他在睡觉。你认识花子吗？他在看你啊。前进冠亚军。他怎么在跟对手练球？熟悉的朋友跟对手练球。哎哎，走开！不想看到你们，走开！最后一场比赛，你们直接跟新闻系一起练6分钟。
好吹。
半年老二。都是新闻系害的吗？对，是新闻系，这是新闻的问题。他在 emo 了怎么办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他被我们打下去四次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讲了。没有，哎，等一下，因为这次我们三个都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真的没办法讲了。我真的没。因为上来抽筋。我也是抽筋边缘。那时候我跟他说我快抽筋，他说你有做什么事？我快抽筋，我在笑他。结果他就是他先抽。你认真在抽筋的，他一上来就抽筋。责任没担。他们要我这么做的。三连亚，然后刚刚说恭喜你的男友，恭喜你，然后又拿到亚军，我有点嘴软，讲得很心虚，对啊，如果是前三个都不会这么心虚。不好意思。我也拿了两次呀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留言，我把它抽奖送出去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行了。怎么有人在嘟嘟嘴？又有人在嘟嘟嘴。过年老二。你的校园演唱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参广杯 OB 赛到这边结束了，又是。那我们也感谢主办，真的是多了这个 OB 混白赛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重聚一下，然后有点回到青春的感觉。希望明年参广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啊！要看主办单位明年有没有再办一个 OB， 有办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再报名一次。好，那这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喜欢来个喜欢，喜欢也按个喜欢吧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台南，我们明年见。吃饭喽！还有，吃饭喽。